2019年的6月20号，我现在人呢在军医教育平台的办公室。那如果你家里面有学龄后的学生，比方说小学、国中哦，你一定对这个平台不陌生。今天因为工作关系，很开心我可以来他们办公室参观，那顺便带你们逛一逛，认识一下这边的环境。我突然在想要怎么接你的话，不好接是不是？好。现在在我身边呢，就是军医教育平台的执行长冠伟。我今天是第二次来参观你的办公室，不过上次没有时间让你好好的介绍，对不对？军医做线上教育平台，本身不是只是为了做平台而做平台，我们的目标是要让台湾的每一个孩子都有机会成为终身学习者，活到老学到老。对，没错。你如果要把一个人从本来是不喜欢学习、很被动的，拉到他愿意为自己做管理，我们要有一个带领的人。对，所以要去训练他的老师跟他的爸爸妈妈，怎么样去陪伴他？因为你只靠手机、只靠电脑不够。那我们的部门分类呢，就是依这个来分类。所以如果看一下我们办公室的话，就是 Team Enable 的伙伴就是坐在这里，包含我自己坐在这里，就跟大家一起这样。你的位置在这里。对对对对，因为我也是一个。Enable 就是帮助别人。天啊，你好亲民哦！你怎么那么亲民的创办人、？Mark Zuckerberg 不是也是跟别人都坐在一起，不是都是这样吗 ？OK， 这两桌的人加起来就是做数学的软体，到做数学的内容。Engineer 加 Content。Content 对，所以后面全部都是这些数学的参考书啦等等的这些。Oh. 对，你现在是要给我看你老婆的跟你的简讯吗？没有，不是。大家知道那个。Google 有一个东西叫 Google Assistant 吗？啊，我知道，我家有啊。对对 对, 对, 对，我要跟军医小老师说话。没问题，接下来是军医小老师的试用版。哦。今天心情如何？哦，他会关心一下你。想学习数学，学习自然，准备模拟考，这超酷欸，查询全科知识。我想听个笑话。九对着六说，今天游乐园招待双胞胎免门票入园，六听完就倒立跟着九走进游乐园了。好，有点冷哈，你看就是数学笑话是不是你提供的？感觉有点冷。对，今天还有机会呢，就是可以问冠伟一些问题。因为我看你的报道，你一开始不是医生吗？对。你为什么会想要创这样的一个平台？在我读医学院的那个时候，是线上学习刚开始风起云涌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有点启发，就觉得说，哎，或许如果我们把我们所有的教育模式有一大部分的这种讲课都换成，就像现在 YouTuber 做这种线上影片，那是等你主动想学的时候，你主动去学，那就变成速度是配合学习者的速度，不是配合讲者的速度。那但是这个只是一个 idea 的层次而已，所以那是你医学院几年级？大五的时候。大五的时候，对，大五，因为医学院读7年嘛，所以你就回去拍影片了吗？就是再去录了更多这样子，国高中的数学啦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这些东西。我还没有开始拍片啊，你更早的，那个时候是2011，你这样算是初代网红哎、欸，对，8年了，感谢 YouTube。现在网络上什么都找到，你觉得有什么能力是下一代他们应该要具备的？有很多的讲法，什么21世纪的4C 的能力啊，什么 creativity、critical thinking、collaboration、communication。你刚刚是唠了一串英文，但我觉得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自主学习的能力，学会怎么自学，对，他是不是开始能够自己学？那到后来可不可以是都没有人指派他，他还学，而且学完以后会自己回来？我们比较重视的其实不是他有没有学会数学而已，因为我们相信终身学习或自主学习的能力是下一个 generation 最重要的能力。So in a traditional model, most of the teacher's time is spent doing lectures and grading tests and whatnot. Maybe 5% of their time is actually sitting next to students and actually working with them.Now 100% of their time is. So once again, using technology, not just flipping the classroom, you're humanizing the classroom, I'd argue, by a factor of 5 or 10. 刚刚这影片是美国的可汗学院，那军医就有点像是他们的台湾版。那时代在变，身为家长跟老师，我们的观念是不是应该也要跟着变？其实面对未来，可能所有的课程啊、答案啊，网络上都可以一下子就找到了。我觉得更应该要去接受每个孩子他有不同的学习节奏，再适当的去引导他们。其实很想感谢像这样子的公益平台，慢慢的在改变我们的教育模式。
有人说孩子天生就喜欢学，网络可能就是最好的学校。我们家大概每天会用15分钟的时间陪星星一起在线上看一些军医的影片。今天下午就是鸟妈的英文跟数学课时间，英文教学时间。Are you ready? B, b, book. B, b, bird. C, c, cat. C, c, cab. 好，你不知道这个对不对？ Cab, cab 就是计程车。What's the cat sounds like? 喵。Great. 那像我们家最近也刚办了一张新的金融卡，这是王道银行 O Bank 跟军医合作发行的一张卡片。对，它叫做军医教育认同卡。这一张卡呢，根据你的消费金额，银行都会额外的捐赠消费金额的 0.2% 回馈金给军医教育平台，而且这张卡本身有非常不错的现金回馈的趴数。对，所以我们家现在就是多一个方式可以去支持这种非营利组织。没错。另外，我跟大家讲我怎么办，我只在家里面用手机上网点完，卡片就寄来了。那新申办用户一年的活存利率可以到 1.2%， 也推荐给大家。嗯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十只，十只，好，十就是长这样，对不对？十，看他怎么写。有十只瓢虫，一个练习写写看十，一个一，然后一个什么？零。那妈下课喽，嗯，拍拍一下，明天继续，耶、yeah, ，好大力，我觉得蛮好的，每一天花一点时间陪伴他，而且他都会主动的跟我提说，妈妈，我想要上那个英文课，我想要上那个猫咪的课，所以为了支持这样子优质 content 的线上教学平台，我们家是选择用就是认同卡的方式，新用户还可以享受200块的现金回馈，刷卡享优惠，同时又可以做公益，你的善良可以很有力量。那就下个影片见喽，拜拜。